天上的宝座上，许多天使朝拜他，齐声欢呼说：看，他王国的名号万世无疆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的福音就是耶稣治好跛跛的岳母的故事。那跛跛岳母被治好以后，马上站起来伺候耶稣和他的门徒。我想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最近我们也庆祝了圣诞节。如果我们只庆祝，为了庆祝而已，为了让我们开心一点，这个还不够。我们就是要跟跛跛的岳母一样，被治好以后，得到天主的恩宠以后，我们要伺候别人，伺候教会。圣道离开时，我们反省片刻，如果我觉得我对教会的贡献不够，现在我们一起求天主宽恕我们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以无限的慈爱辅以你子民的祈求和愿望，使我们看清当今的职务，并赐给我们善尽职务的能力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撒母耳记上。那时候，小撒母耳在厄里面前服侍上主。那时起，不常有上主的话，异象也少见。有一天，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，他的眼睛昏花，已看不清了。天主的灯尚未熄灭。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。那时，上主呼唤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厄里面前说道：“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”厄里说：“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”他就回去睡了。上主又叫撒母耳，他又起来，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：“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”厄里对他说：“我儿，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”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，因为上主的话还没有启示给他。上主第三次又呼叫撒母耳，他再起来，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：“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于是厄里明白是上主在叫这孩子，便对撒母耳说：“去睡吧。如果有人再叫你，你就回答说：上主，请说，你的仆人在听着。”撒母耳就回去，仍睡在原处。上主走近，像前几次一样叫他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便回答说：“上主，请说，你的仆人在听着。”撒母耳渐渐长大，
上主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。于是全以色列从丹直到贝尔舍巴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我殷切期待上主，他便垂顾我，俯听了我的哀诉。全心依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，他不羡慕傲慢，也不偏袒欺诈之徒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牺牲和素祭都非你所喜，全燔祭和赎罪祭也非你所要，你却要我俯首帖耳。于是我说，请看，我已来到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书卷上已为我记载，我的天主，我乐意奉行你的旨意，我常念念不忘你的法律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我在圣会中宣扬了你的正义，我没有缄口不语。上主，你已知悉。上主，我已到来为成行你的旨意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主，请向你的仆人显示你的慈言，教导我遵守你的规范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出了会堂，就同雅各和若望来到了西门和安德的家里。那时，西门的岳母发烧躺在床上，有人告诉耶稣。耶稣走到他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，扶起他来，热症立即离开了他，他就伺候他们。到了晚上，日落之后，有人把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口，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许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次日凌晨，天还很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，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西门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，找到了他，就对他说，大家都在找你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让我们到别处去，到邻近的村镇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。于是他到加利利亚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，并且驱逐魔鬼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的读经一非常重要，就是天主召教撒母耳的故事。在今天的整个读经一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，第一句话，读经一开始说，那时起不常有上主的话，一向也少见。我想我们也可以研究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领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不常有上主的话，一向也少见。可能一辈子是这样，那是谁的错？其实也不必马上责备我们自己，当然我们总是不够好，我们的祈祷不够等等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不过我想平常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这样，不常有上主的话，一向也少见。可是这个是所谓的神窟的纪念，神圣的神，然后干枯的枯、哦、所以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有点无聊、哦、每天参加弥撒祈祷 都有，可是好像有点勉强的，而且真的没有感觉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必太失望，因为当然有一些圣人，我们可能喜欢看一些圣人的故事，他们真的有特别的恩宠，就是常常好像直接跟耶稣谈话，或是有特别的祈念祈祷的时候，好像完全不管旁边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专心的祈祷。我们呢就是常常分心，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要坚持。在这样的好像沙漠的纪念黑暗中，还是继续往前走，寻找天主，坚持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要放弃。也许有一天真的会有特别的纪念，好像天主会让我们真的体验到他其实离我们很近，就是有时候故意不让我们感觉到，因为他天主喜欢我们努力一直寻找他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要坚持，不要放弃，希望我们一直到最后不会离开天主。我想今天我们特别为遇到苦难的人，或是在这样的深苦的纪念当中的人教友祈祷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深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深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、
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支接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也许今天天主想要跟我们直接说话，让我们注意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圣道礼礼成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救主呼唤我，我命大你，救主呼唤我，你心灵，救主呼唤我，我命大你，好伴我命，我终必心灵，直到那日，倾听我必倾听，倾听我必倾听，听他唤我命，直到那日。